6月6日，中央电视台栏目《星光大道》2013梅州地区选手选拔赛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。当天，《星光大道》栏目组总策划许志刚以及歌手王旭等人出席了活动。发布会现场也是介绍了选拔赛目的以及选手报名时间、赛程安排等情况。同时，《星光大道》栏目组也是表示，此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并且在梅州地区选拔赛中表现优秀者，更是有机会参加央视《星光大道》周赛节目的录制。近期网络传闻，专业歌手参加《星光大道》比赛时可不参加选拔赛，直接晋级。对此，节目组也是给予了回应。跟其他节目最标志性的区别还有一点，就是我们推出来这些所有的人，因为我们的所有推出来的选手，他们是谁评出来的？是我们的普通老百姓。那其他选秀节目都是一些出名的大腕啊，或者是各行各业的这个首屈一指的明星。但我们节目所有，你看一下，没有这些人来评，他们只是负责可能给这些选手一些指导啊，或者哪不足啊，这个是他们来点评，但是打分的都是老百姓。这就是我们那个节目的，就是目的性，就是打造老百姓自己喜欢的那个百姓明星。酷六娱乐北京报道。